我们来看一个小总结，这个总结真的特别重要。刚才我给大家敲黑板，我说在本节当中特别重要的是，你得知道任何一笔账务处理做完以后，它影响不影响留存收益，它影响不影响所有者权益，到底影响不影响？那你就要看它动到了哪个科目，因为留存收益它就是盈余公积加上被分配利润，只要你这笔账务处理你动了这两个科目了，或者动了其中的一个了。 那就有可能是有变化的，对吗？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常见的业务对留存收益总额的影响和对所有者权益总额的影响，它到底有多大？特别特别重要。你看，在这里面五小技巧，关键你得看借方和贷方涉及的科目，它到底是哪些科目，对吧？科目的性质或者类别是资产类的还是负债类的等等。所以下面这个表格，您看有几种情况啊？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啊，这是第二种情况，然后第三种情况，第四种情况，第五种情况，第六种情况，第七种情况，第八种情况，第九种情况，第十种情况，第十一种情况，第十二种情况，然后是第十三种情况，你看见了吗？一共是十三种情况，我们一个一个的给大家分析，分析完了，其实我们的所有者权益这章就算讲完了。好，我们现在就一个一个看，大家先来跟我分析啊，我们一块儿来分析。 首先说业务一追加投资，你看，当我们企业接受别的股东对我们追加投资的时候，我们怎么写账务处理？怎么写账务处理？不就是会计处理吗？怎么写会计处理？不就是会计分录吗？会计分录不是有三要素吗？得有借贷两个字表示记账的符号，是记到这个账户的左边还是记到这个账户的右边，对吧？然后还得写科目，到底是哪个科目以及金额吗？大家给我看一下账务处理。当我们接受别人投资的时候，追加投资啊。 别人给我们投资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借银行存款、借固定资产、什么借无形资产、贷实收资本、贷股本啊？那好，大家帮我看一看。首先，我们说这样的具体的每一个业务，首先看对留存收益有什么影响，看见了吗？对留存收益的总额有什么影响，或者对所有者权益的总额有什么影响？那你首先得知道什么叫留存收益吧？我们说留存收益一定是盈余公积加上未分配利润，统称为留存收益啊。那好，您看。 我们第一笔经济业务，它用到了盈余公积了吗？没用到盈余公积呀。它用到了利润分配了吗？没用到利润分配啊。所以相当于是这笔业务，它对留存收益没影响，都没有用到这个账户，也没往里面加一分钱，也没往里减两毛钱的。那你怎么会影响呢？肯定不影响。所以你看是不变嘛。 那么接下来说这笔经济业务对所有者权益总额有没有影响啊？有，因为这笔经济业务，我们本着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的会计第一大等式，您看您是不是资产上升了？这笔经济业务用到咱们企业负债了吗？没有，负债没有变化。您看资产只要上升，负债没有变化，所有者权益肯定跟着上升。你看是不是实收资本增加了，所有者权益增加了，说明对所有者权益总额是有增加的。大家看看是不是增加？哎，对，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思路。 去给大家讲解，然后我讲解完了以后，你要自己给自己讲，根据每一笔经济业务，你自己来写是不变还是增加还是减少，明白了吧？你要把这把这个问题自己搞明白了，这一定会出题的，而且它不光出题，它是培养你会计思维的一种方式了，就对什么什么有有没有影响，对什么什么有没有影响，对吧？我们来看，这就体现出来了，这个会计人员要跟共产党员一样。 段位一定要高，任何一笔会计分录写出来以后，马上就要想它对资产有没有影响，或者叫做对资产负债表有没有有没有影响，对利润表有没有影响，对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有没有影响等等，对吧？好，来看第二笔，当我们企业提取盈余公积的时候，你会进行会计分录吗？提取盈余公积的时候，你肯定是带盈余公积呀，甭管是法定盈余公积还是任意盈余公积，你肯定是经验利润分配提取法定或者提取任意啊。 那好，我们来看这笔会计分录对我们的留存收益有没有影响呢？大家说了，哎，有影响，为什么呀？说你看啊，利这个盈余公积呀、啊，它在贷方，表示我们的盈余公积增加，表示盈余公积增加。但是呢，哎，没有用到未分配利润，他说没有用到未分配利润，那么总体上它对留存收益就是增加了，其实是错的。 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您到年底，根据当年的净利润提取盈余公积之时，确实写了这么一笔会计分录。但是您忘了，您还得当天别别过晚上十二点，您还得当天还得给我写出一笔会计分录。哪笔会计分录啊？那就是你要把这个给我从相反方向给我转走啊。他现在是在贷呃在借方，你得从贷方转贷。 利润分配，破折号提取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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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哪转？往利润分配，破折号未分配利润里面去转。所以这时候你看，这个和这个就算给消掉了，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是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说明未分配利润下降了。但是你看谁上升了？盈余公积上升了。那么他问对留存收益的影响呢？相当于是盈余公积。 上升了，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下降了，所以有影响吗？依然没有影响，看见了吗？依然还是没有影响。你千万别忘了，当我们提取盈余公积之时，马上就要写这笔，把二级账给它转到未分配利润这笔账务处理，必须要同时写。所以相当于是这个跟这个没了，最后未分配利润下降了，盈余公积上升了，总体金额没变。从留存收益角度来，没没都没变。但是他要问对所有者权益的影响呢？ 更没变，您在对所有者权益的影响者不用写这笔会计分录了。为什么？这笔会计分录就已经足以体现了，它是所有者权益类的，它上升了；它也是所有者权益类的，它向下降了，一个上升，一个下降，金额相等，自然也是不变的了，自然也是不变的。所以前两种业务我们就说完了。 再来看第三种业务，说当我们企业宣告分派现金股利的时候，我们这叫祸从口出了。你只要一宣告分派现金股利，你就要贷应付股利了，你就有负债了。然后借什么也是从利润分配里面拿钱吗？所以是借利润分配应付股利。那么接下来同学们又说了，哎，他只是写的应付现金股利或利润，你忘了吧？同时你还得给我补上一笔会计分录，你得怎么写？你别忘了，你得把它从相反方向转走啊。 它现在是在借方，你得从贷方给它转走。贷利润分配破折号应付现金股利，借什么？借利润分配破折号未分配利润。看出来了吧？所以归根结底，您这个贷和您这个借就给没了，剩下的是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相当于是利润，相当于是留存收益当中，因为留存收益是包括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的吧？相当于是未分配利润下降了。 因为利润分配在借方嘛，下降了。然后你看看，从始至终这两笔会计分录，您见到盈余公积的身影了吗？没有，没有用到盈余公积，说明在盈余公积不变的情况下，未分配利润下降了，说明它总体的留存收益就是下降了。比如说下降了三万块钱，它就是少了三万块钱，能明白吗？ 好，下降了。然后接下来还是这笔业务。我问大家，所有者权益总额呢？你会发现不用结转这笔，因为你结转这笔利润分配，利润分配这都是所有权益内部的，你只看这笔就够了。从这笔会计分录上，你就能看出来，还是用资产等于负债加上所有者权益这个等式。您看这个这笔会计分录用到资产了吗？没有用到资产，用到什么？用到负债了。负债怎么着？负债上升了。只要资产不变，负债只要上升，所有者权益必定是下降。 你看，果然是下降的，它是借利润分配吗？所以站在所有者权益角度来讲，所有者权益的总金额是下降的，看减少了吧？好，我也不知道大家这个绿色的笔看得清楚不清楚啊，我还是换换换回蓝色的笔吧，我怕你看不清。好，这是我们的第三个，宣告分派现金鼓励。 然后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实际发放现金股利。你看，我们说现金股利，它有宣告之时，还有发放之时，对吧？当它发放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账务处理非常简单，是我们第五章讲的负债里面讲的借应付股利，贷银行存款。看借应付股利，贷银行存款。我就问大家，用到没用到所有者权益类的科目？连所有者权益类的科目都没用到，更何况用没用到留存收益了？你看所有者权益类的科目挺多的啊，实收资本、股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什么其他综合收益。 是吧？呃，就是这个这个这个利润分配，这都属于所有权益类的科目，一个都没用上。那么所有者权益类科目是个大范围，所有者权益里头的盈余公积加上利润分配，这又表示留存收益，所以它是小圈儿，对吧？那你这笔会计分录，它既不会影响留存收益，也不会影响所有者权益，所以你看它都是不变，它不用讲了吗？再来看宣告分配股票股利的时候，我们说当你宣告分配股票股利的时候，没有祸从口出，作为。 这个被投资方啊，你宣告的时候根本不做账务处理，看见了吗？他不做账务处理，他连账都不做，他哪个账户也没用上啊！人家不做账，用用什么账户啊？用你个头啊！所以这时候他压根对谁也没有影响嘛。所以你看都是不变不变嘛。但是当他实际发放股票股利的时候，我们说实际发放的时候，他的股数增加了嘛，所以带股本儿。 看见了，贷股本借利润分配转做股本的股利，但是这时候你可千万别忘了，我们马上还要进行一笔结转，怎么结转呀？就是，呃，他现在不是从借房往给从贷方转走，看，看，我们一会儿就已经变成了会计专家了，这一会结转了，还有啥能难得倒咱们的呢？你看，这都到年底了，贷利润分配，然后是转做股本的股利。 其实就是他写什么，咱就写什么嘛，它的相反方向嘛。然后借方写什么？借方写的是还是往利润分配未分配里面去转吗？大家看一下这笔会计分录，这个相当于就没了，剩下的就是一个带股本儿，然后是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看着啊，现在我们说对留存收益有什么影响？留存收益它是由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和盈余公积组成的。现在这里面没有用到盈余公积，盈余公积没有变化。 但是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占据借方，说明它的未分配利润下降了，看见了吗？未分配利润下降了，所以站在留存收益的角度上来讲，盈余公积不变啊，盈余公积不变，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下降了，那留存收益肯定总体就下降了。你看下降不就减少吗？对吧？那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对所有者权益呢？对所有者权益的影响是没有的，因为你利润分配也是所有者权益类的，股本也是所有所有者权益类的，所以所有者权益内部的一多和一少自然是不变的。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为什么我们在刚开始讲科目的时候，或者讲每一个具体业务的时候，总是跟大家说这是属于哪一类的科目，是资产类的，还是负债类的，还是所有权益类的，还是成本类的？因为它是哪一类的科目，第一个是记账规则，对吧？多了往哪记，少了往哪记，这可是一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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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的杀手锏。另外一个就是它会对什么有没有影响，对吧？它会会不会影响资产，会不会影响负债等等。所以这一页我们也算讲完了啊。然后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 七种情况，第七种情况就更简单了。什么资本公积、资本公积转增资本、资本公积转增资本，都是我们上一节讲的借资本公积贷实收资本或者贷股本吗？你看对留存收益有什么影响？它压根儿都没有用到留存收益里面的盈余公积和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自然就没有影响了吗？没有影响。那它对所有者权益呢，也没有影响，因为它是所有者权益内部的一个增加和所有者权益内部的一个减少，那肯定也是不变 看出来了吧？所以你再接着看，如果拿盈余公积转增资本呢，其实就是把借方改成盈余公积，然后贷方还是实收资本或股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留存收益就会有影响了，因为这笔经济业务它用到了盈余公积，它没有用到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对吧？没有用到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吧？它只用到盈,盈余公积，而且是用到了盈余公积的借方，使盈余公积变少了。那么整体的留存收益肯定就少了呗。所以你看一下对留存收益的影响是不是减少？那么你再看它对所有者权益的影响，对所有者权益没有影响，因为它俩都是所有者权益类的，一个多一个少嘛，所以它不变。看见了吗？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九种情况，盈余公积补亏。当我们去拿盈余公积补亏的时候，账务处理您都学过，借盈余公积，贷利润分配盈余公积。 补亏，那么此时您别忘了，我们还得同时结转一笔，结转什么？把它结转走。它现在不是贷方吗？从借方转借利润分配破折号盈余公积补亏，看着啊，盈余公积补亏，然后贷什么呀？还是往利润分配破折号未分配利润里面去转，只不过这时候是往它的贷方去转了。那么这时候你会发现，呃，你这个借和这个贷就没了，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是借盈余公积。 你看，我们说对留存收益的影响一定是什么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吧，这俩相加，对不对？那你看这笔经济业务是借盈余公积，肯定是盈余公积下降了。但是呢，你又发现贷方是一个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说明未分配利润又上升了。我们都是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啊，所以你下降了，比如说两万，你又上升了两万，那最后对留存收益的影响还是不变呀、啊？你看是不是不变？对，所以它是盈余公积下降，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上升。 那么接下来问对所有者权益的影响，它们全是所有者权益类的科目，所以肯定不变。好，那么说完了第九个之后，我们来看第十个，叫做税后或者税前的利润来补亏。其实您就记住了，它就是拿利润来补亏。什么叫拿利润来补亏呢？补亏说明什么？说明您之前是有亏损的，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比如说在借方是一个三十七万。 看见了吗？那就是亏损呗。但是您当年呢是有利润的，说明，比如说您二零二二年挣钱了，好，二零二二年挣钱了。那您挣钱不挣钱，不就是在当年的本年利润里面体现的吗？本年利润，看见了吗？本年利润。而且我们说了，本年利润这个账户啊，它既核算营业利润，也核算利润总额，也核算净利润。那好，现在呢，比如说这一个企业，它的利润总额呀是两百万，看着啊，它的利润总额是两百万。 然后呢，他就跟他当地的税务机关就说了，说你别看我今年挣了两百万，我有五年内尚未弥补完的亏损，还有三十七万呢。这时候税务局就说了，哦，是吗？ 哦，我还真不知道，我以为啊，你没有尚未弥补的亏损呢，我还以为我得收你两百万乘以百分之二十五，收你五十万的企业所得税呢。哦，这么着有五年内尚未弥补的哈，这个是肯定是您经济法基础里面会学到的，对吧？那这时候税务局说，哦，这个是允许税前弥补的，所谓的税前就是允许您在算企业所得税那个应纳税所得额之前给它减掉的，那就相当于是哦，那您这样吧，那您这个企业拿两百万今年赚的利润总额减掉三十七万。 减掉完三十七万以后，您还有一百六十三万。您拿着一百六十三万乘以百分之二十五，您给税务局交四十点七五的企业所得税吧。听着啊，四十点七五。那么这时候您就应该怎么写呢？您就得写借所得税费用，看着啊，借所得税费用。然后多少呢？让您交四十点七五。然后您贷方呢就应该写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那就是四十点七五。您看这一步倒好写，是我们下一章会讲到的。 所以，当税务机关人家很仁义啊，税务机关认为一个企业要想得以生存和发展，刚开始的时候往往是亏损的。所以说，当他你前几年亏损，如果偶偶尔有一年您赚着钱的话，是允许把近五年之内尚未弥补完的亏损减掉的。而且，特殊行业我们是把五年调成了十年，这就真的体现出来了税务局对企业一种帮助，对吧？那好，此时呢，税务局说：“哦，行，那等于是您。” 今年利润总额两百，尚未弥补的亏损有三十七，然后我算出来了，您应该交四十点七五。所以从企业角度来讲呢，就是借所得税费用四十点七五，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四十点七五。那就说明这两百万是个利润总额。别忘了所得税费用也是损类科目嘛，到年底的时候它也得转走。怎么转？你在贷方写个四十点七五不就完了吗？所以你就是贷四十点七五是所得税费用，借方写什么？写这四十点七五。 看见了吗？这是你往税务局交的税。那么这时候我拿两百万去减掉四十点七五，等于一百五十九点二五。您知道吗？这个一百五十九点二五其实就是这个企业当年的净利润，当年的净利润。那么这个净利润不是也得从相反方向转走吗？借本年利润一百五十九点二五，贷一百五十九点二五。 所以这时候大家看一下，这个企业它是拿它的税后利润去弥补了亏损，只不过它交的这个企业所得税并没有全额交，它并没有交五十万，看见了吧？它是弥补了尚未弥补的亏损了。那么如果我再说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你看着啊，我跟你说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什么极端情况？我给你前面加个二，看着啊，这个企业它呃今年挣了两百万，没错，还挣两百万，但是它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是一个。 二百三十七万，这个二百三十七万说明亏损啊，尚未弥补的亏损是二百三十七万。他今年只挣了两百万，然后税务局说：“哎呀，你挣了两百万，你可得给我交五十万的企业所得税呀。”这时候企业说了：“哎，我有五年内特殊企业，十年内尚未弥补的亏损，允允就是允许弥补亏损，还有二百三十七万了。”那么这时候税务局一听：“哦，是吗？还真是的。那好吧，那您挣的两百万，您就不需要，因为你两百万。” 尚未弥补的亏损就是二百三十七万，说明你弥补完了尚未弥补的亏损之后，你还有亏损呢。看起来了吗？所以此时你这两百万根本就不需要交一分钱的企业所得税，相当于是直接把这两百万一一分钱的税都不交啊！它既是利润总额，它也是净利润，因为企业所得税不它不交嘛。那么从相反方向转走，就是借本年利润，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二百。你看就这样的话，你现在还有借方三十七万。 看见了吗？还有借方三十七万了，所以如果用紫色的笔的话，你能看出来，就是企业拿他的税前的利润去弥补亏损了，相当于是他挣的这笔钱一分企业所得税都没交。你看税前不就是没交企业所得税之前的吗？两百万拿税前的利润去弥补亏损，还是拿税后的利润去弥补亏损，通通他在账务处理上是不做账务处理的。 在会计口径啊，根本没有借什么什么贷什么什么，你不需要写会计分录，你也不需要写记账凭证，它都是直接从账户上自动结转。所以大家给我看一下啊，是不做账务处理，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的科目借贷方相互抵消。你看你原来有亏损的时候在借方，一旦从本年利润这样转过来的话，直接一转就完了。但是你说你这不也是账务处理吗？这是叫正常账务处理，就是没有单独为它再去做弥补亏损的账务处理。明白？其实到底是税前利润还是税后利润？ 谁都愿意拿自己的税前利润去弥补亏损，说明我都不用交税，对吧？税后利润是什么？交完税以后剩下的再去弥补亏损，那是人家税务局不干啊！税务局说了，你这尚未弥弥弥补的亏损都二十多年前的了，我不让你弥补了，对吧？所以谁都愿意拿税前的去弥补亏损，说明不用上税了，或者是是可以减下去一部分。 谁也不愿意拿所有的税后去弥补亏损，因为税后那说明该上的税都上了，那就说明你上位如如果有上位弥补的亏损的话，那是年头太久远了，不允许税前弥补了，对吧？就是不管是税后的还是税前的，当你去弥补亏损的时候，没有单独为他做一笔账务处理，都是年底由本年利润转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就是这么一笔。 所以您看是不是不做单独的，或者叫做不做额外的账务处理，都是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科目的借贷方相抵。原来不在借方吗？你这从本年利润一转过来，不就从贷方吗？对吧？你两百要转过来的话，你看原来亏两百三十七，这两百一分钱的企业所得税不用交，咔一转过来二百，200, 就说还是亏着三十七万啊，就这么个意思。那你看这样的业务，我们对留存收益有什么影响？没有影响。为什么？因为它压根儿没有单独做账务处理吗？ 那有人说了不对呀，你不是把本年利润转到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了吗？那不是针对于利润补亏这件事情，那是针对于到年底我们要把本年利润转到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所以这是两个概念，你明白？首先你要知道，它这个业务主要说的是你拿你的利润去补亏，拿利润去补亏，甭管税前利润、税后利润啊，对于我们会计来讲并不重要，就是拿利润去补亏，没有单独做账务处理，直接就是你原来补不补亏。 你不补亏，你不也得把本年利润转到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吗？对吧？那是你原来没有亏损的时候，你的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在贷方，对吧？你不也得把本年利润转到他的身上去吗？只不过现在有亏损了是借方，你不也得这么转吗？所以说你正常转，正常转，嗯，没有因为拿利润去补亏额外做账务处理。既然没有为他额外做账务处理，那自然就没有对留存收益有影响了。对留存收益没有影响，对所有权益也没有影响啊，都不变。 看见了吗？都不变，所以大家不要说，哎呀，这不本年利润转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了吗？那我就认为那一定是留存收益上升了呀。啊，他认为留存收益是上升的，然后所有权益不变，我是可以理解的。不对啊，这是不对，因为我们针对这件事情而言，你要知道，针对这件事情而言，单独没有做任何的处理，单独没有做任何处理，它就是相当于是正常正常。我们现在问的不是单独这件事情做没做账务处理，没错，没做账务处理。 相当于是就没有对留存收益有影响啊。那如果是人家年底年底这个结转本年利润，当你年底结转本年利润的时候，你肯定会对留存收益有是有影响的。到年底把本年利润所有钱转到利润分配，那你肯定对留存收益有影响，因为你用到了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但是我们现在说的并不是年底把本年利润转到利润分配，而是说拿利润去补亏这件事情本身，明白？ 啊，它是自动的就结转了，不做账务处理。原来的借方啊，现在变成贷方了，或者还变还还还在借方，只不过数变小了而已啊。知道一下，这个稍微有点麻烦。然后接着我们再来往下看第十一种情况，说宣告以盈余公积分配现金股利或者利润。宣告你拿盈余公积，嗯、呃，给现金股利，还是拿你的这个可供分配的利润，其实无所谓。看贷。 应付利润或者应付股利，对吧？我们说你要是股份有限公司呢，就贷应付股利；有限责任公司呢，就贷应付利润，然后借盈余公积。您看这笔账务处理会用到留存收益吗？用到了，因为它是会使盈余公积变小，并没有用到利润分配，所以它总体上留存收益是减少的。而且你会发现这笔会计处理它是负债增加了，资产没有变化，那么所有权益肯定减少了。您看是不是所有权益减少了？再来看，当我们回购股票，回购股票这可是我们本章第一节当中必考的一个点啊。当我们回购之时。 一定是花多少钱就往库存股里面记多少钱，所以借库存股，贷银行存款。这笔会计分录问大家用到盈余公积了吗？没有。用到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了吗？没有。所以它对留存收益是没有影响的，不变的。看见了，它是不变的。然后接着我们再来往下看，它对所有者权益有没有影响呢？有影响。你看啊，首先我我特别爱写这个等式：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这个等式是亘古不变的。您看这笔经济业务用到负债了吗？没有用到负债，负债是不变的。 然后您看用到资产了吗？用到资产了，贷资产，所以资产肯定是下降的。那么当负债不变的时候，资产下降了，所有者权益必定是下降的。所以你看我们是不是库存股？有人说了，哎，你不是说的吗？库存股是呃所有者权益类的背底科目啊，它的记账规则呢跟所有者权益更正好相反。它要是增加呢，应该在借方；所有者权益要增加在贷方，对吧？它增加在借方。 那说明库存股增加呀，对呀，库存股增加了，库存股增加的越高，它不是越抵减所有者权益吗？所有者权益不就越少吗？所以果然所有者权益是变少的。所以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减少？对，在这一定要就是你要倒过来这个末，你明白吗？一定要倒过来这个末啊！只要库存股增加，库存股越大，然后就越抵减你。其实你可以这么理解，就跟我们前面说累计折旧。 累计折旧是固定资产的大太太，累计折旧越能花钱，这个大老爷的钱就会越少，一个道理，因为他抵减它嘛，你越能造，家里的钱就会变少的嘛，对吧？你库存股也是，你库存股越大，那么你的所有权益就会越少啊，因为它抵减所有权益的嘛，它会减少。那么你看，我刚才讲的是回购股票，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注销库存股。当我们把库存股注销了，首先我们看分两种情况：面值总额和回购价。回购价就是你实际花的钱嘛。比如说，我们面值总额是一百万。 回购价呢，花了一百七十万买回来的，你看这时候你应该怎么进行账务处理啊？首先股本里面就是一百万嘛，面值嘛，然后你花了库存股是一百七十万，你看有借必有贷，借贷它不相等啊，怎么办？依次冲减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盈余公积和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吧。其实到这儿你就会发现了，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不怕不够。 你看，我们资本公积怕不够，不够就冲减盈余公积，盈余公积不够呢，冲减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有人问我，那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不够怎么办呢？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不存在够不够的问题，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如果在借方，比如说三千九百万，那就说明到目前为止累计到现在尚未弥补的亏损嘛。所以亏损额可以无限的放大，无限的被放大，无所谓嘛，它没有够不够的问题，这就无所谓了。所以你要知道一下。 那么此时你看这笔账务处理，它对留存收益的总额有什么影响呢？如果说我们现在没有用到盈余公积，说它资本公积就够了，没有用到盈余公积，没有用到利润分配的话，你会发现留存收益它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的组合呀。那你用的是股本、资本公积，没有用到它，没有用到它就不会影响。但如果用到了盈余公积，用到了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看见了吗？用到它，一用到它的话，肯定是借方，借方。 那就一定会使留存收益下降，用到谁都会使它下降。两个都用到的话，那就是更是下降。这时候不用再结转了，它用的就是未分配利润，明白吧？哎，好，你看，涉及盈余公积，涉及未分配利润时，留存收益就减少。言外之意，不涉及的时候就不减少。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对所有者权益总额的影响。我们说了，在注销库存股的时候，根本对所有者权益没有影响，因为它全都是所有者权益类的科目，没有一个是外人，看见了吗？所以它不变。 再来看一下，如果面值还是一百万，但是我们是花了九十八万买进来的，回购价九十八万买进来的，那么这时候依然也是借股本一百万，贷库存股九十八万，那么差了两万搁哪？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两万，这时候还用得着问说资本公积不够怎么办吗？多还能在乎不够吗？我你往上加钱吗？就跟你挣钱一样，挣多少都无所谓，挣多少都都不嫌多。 对吧？就这么一个感觉，所以在贷方表资本公积增加，我们就不存在它够不够的问题了。所以，你看这笔经济业务一出现，这笔会计分录一写，用到盈余公积了吗？没有，用到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了没有？所以它肯定是对留存收益没有影响的。而且它里面凡是注销库存股的时候用的都是所有权益类的科目，根本不会影响所有权益的总额，看见了吗？好了，我们现在已经把这几种情况。 看着啊，这是我们常见的业务对留存收益总额和对所有者权益总额增减变动的影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都讲完了啊。这个你自己，我需要你自己根据每一种业务自己给我写出来会计分录，必须要把会计分录写出来，然后自己给我分析它对留留存收益的影响，给我分析对所有者权益总额的影响，明白？ 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点，我刚才已经提到了，说库存股是所有者权益的背底科目，库存股增加在借方表上增加，会导致所有者权益的减少，这个好理好理解啊。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们二零二一年就去年考了这么一道单项选择题，下列各项当中关于盈余公积的会计处理表述正确的是哪个？ A，当企业用盈余公积弥补亏损的时候，应该借记盈余公积是对的，因为你用它嘛，借盈余公积，贷记利润分配，盈余公积补亏太对了。然后同时你再来个借记利润分配，盈余公积补亏，贷记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对吧？就是你知道一下就行了。人家这个选项本身是对的啊。再来看 B，说如果这个企业要是打算拿盈余公积发放现金股利，它你要发放，它肯定就是借盈余公积嘛，应该借记盈余公积科目，贷记。 哎呀，你既然拿盈余公积发放现金股利，它肯定是刚刚在宣告之时，你应该是借盈余公积，然后贷应付股利，它怎么会带了一个利润分配应付现金股利或利润呢？那不对了，这个，但你这个应付现金股利或利润，说明你是给大伙儿分配现金股利，是拿你的可供分配的利润去分配，并不是拿盈余公积去分配，对吧？ 应该是拿可供分配的利润去分配，所以这个不对呀、啊。那应该借记盈余公积，贷记应付股利就对了啊。应该贷应付股利。再来看一下 C，提取盈余公积的时候，我们已经说盈余公积提出来就是为了抵御之后的风险的，对吧？提取盈余公积的时候，你提取的时候肯定是在利润分配里面提嘛，借利润分配，提取法定盈余公积或提取任意，贷盈余公积。他说借记怎么还出来本年利润了呢？盈余公积跟本年利润没有关系，都是都是已经从本年利润转到利润分配以后。 分配的过程，因为你提取盈余公积就是一种分配的形式嘛。所以，那你那那那借方都不对呀、啊，贷方对是吧？贷方贷盈余公积，法定贷方对，借方不对。再来看 D，说当我们拿用盈余公积转增资本的时候，肯定是借盈余公积，贷实收资本呗。应该借记盈余公积，贷记怎么还贷记上资本公积了呢？你看，果然会计是一门分类的艺术，就是它大有大的分类，小有小的分类。 大的分类是把一个单位所有的经济活动分成六大块，六个要素。我们现在正在讲的是这个第三个要素，所有权益，对吧？然后每个要素里面又分成若干个具体的科目。所以你有什么事儿该往哪个科目记就往哪个科目记，你别烂记一锅粥。你这你拿盈余公积转增资本的时候，你应该是借运余公积贷记实收资本或者股本呢？你这个提取盈余公积的时候，你应该借记利润分配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啊。 对吧？你拿盈余公积发放现金鼓励的时候，借盈余公积，贷应付鼓励呀、啊，对吧？这也不对呀、啊，所以只有 A 是对的。你看，选项 B 错，用盈余公积发放现金鼓励，应该借记盈余公积，贷记应付鼓励。选项 C 也是错，提取盈余公积的时候，借记利润分配，提取法定，提取任意，贷记盈余公积。选项 D 也是错误的，用盈余公积转增资本的时候，应该是借记盈余公积，然后贷记实收资本或者是股本。你看，他跟我想的是一样，我们都是有文化的人，好吧？ 这道题说完了，选的就是 A。接着我们再来往下看，这是这也是去年考的。他说，下列各项当中导致企业留存收益变动的，所以我跟你说这个表格特别重要。刚才给大家讲那个大表，十三种情况特别重要。他说，下列各项当中导致企业留存收益变动的，留存收益包括什么？你要知道，它是由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组成的，两个哪个动了都有可能有变化。如果两个同时动了，一个上升了，一个下降了，也没有变化啊。 首先来看一下，A，盈余公积转增资本，其实，在考核大家会计分录。当您拿盈余公积转增资本的时候，您是借盈余公积，要借盈余公积的话，盈余公积就下降了。然后您贷的是什么？实收资本或者股本，您没有用到这个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所以说盈余公积下降了，就造成整体的留存收益下降，所以下降了，下降了。题目问的是导致留存收益变动的嘛？A 就变动了。然后再看用盈余公积发放。 现金鼓励，如果您决定拿盈余公积发放现金鼓励的话，您应该是借盈余公积，贷应付鼓励吧？借盈余公积，盈余公积就下降了，没有用到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所以此时又是下降了，又是总体留存收益下降了，B 也是下降。再来看资本公积转增资本，当您拿资本公积转增资本的时候，您是借资本公积，贷实收资本啊，您既没有用到盈余公积。 没有用到这个勤劳的公积，也没有用到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对吧？所以这个不不变。题目问的是导致变动的，不能选。再看接受投资者设备投资，投资者给我们投设备，我们就应该给我们投设备，我们就得设备呗。借固定资产，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贷实收资本或者是贷股本。你会发现这个时候是既没有用到盈余公积，也没有用到利润分配未分配用。 利润，所以根本没有变化。您看，果然选的是 A 和 B 吧？他说留存收益，你要知道啊，这个特别重要。留存收益包括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您看选项 A 正确，留存收益减少，因为刚才说盈余公积转增资本嘛，借盈余公积，贷实收资本或者是股本。然后您再看一下 B 是盈余公积发放现金股利，借盈余公积，贷应付股利，都是会使减少。您看 C 选项 C 说的是什么？ 哎，资本公积转增资本，借资本公积，贷实收资本，不变。再看选项 D，留存收益总额也是不变的。D 是什么？接受别人投资，借固定资产，呃，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贷实收资本或者是股本等等。OK，好，到目前为止，恭喜您啊，真的已经学完了第六章了。我们把所有的权益都讲完了，也就是说，本来你看着，哎呀，老师才完成了一半，不不不，已经完成了百分之七八十了，因为我们六大要素当中最重要的。 或者叫做这个内容最多的就是资产负债跟所有权益，所有权有点绕，你发现了吗？尤其所有权益的最后一节就留存收益，我们是不是也需要什么盈余公积呀？什么利润分配未分未分配利润啊？还有什么提取法定啊？提取任意啊？什么盈余公积补亏呀、啊？就是麻烦，稍微有点绕。 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真的是讲完了六章，一共才八章内容嘛，我们已经完成了六章了，所以恭喜大家，我你们已经离成功很近很近了啊。那么这到目前为止，这不是讲完了吗？讲完了，我们还有一个板块，就叫这个快问快答。 在快问快答里面，我们再给大家解答几个问题。我们这一章就算结束了啊。先来看第一个问题，说所有者权益跟负债有什么不同？所有者权益是股东权益嘛，负债就债权人权益嘛。你看，首先性质不同，负债呢是企业对债权人负担的经济责任。你找人借钱了吗？债权人有优先获取企企业用以清偿债务的资产的要求权，就优先优先找你企业要钱，你还账，对吧？所以债权人有优先获取企业。 这个用于清偿债务的资产的要求权，所有者权益呢，则是所有者对剩余资产的要求权。所以，我们说所有者权益等于资产减负债嘛。好，资产扣除负债这种要求权，在顺序上置于债权人的要求权之后。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在第八章讲资产负债表的时候，那个资产负债表是这样的：左边都是资产，然后右边这是负债，这是所有者权益。你会发现在这张表上，负债也是占据高位的。 啊，债权人是优先的，然后再看，除了性质不同之外呢，权利不同。说债权人只有获取企业用以清偿债务的资产的要求，就你还还我利息、还我本金的权利，而没有经营决策的参参与权跟收益的分配权这真是挣太多的情况之下，人家那个银行看着也很眼红啊。银行说，哎呀，你看你只是按本金和利息给我还钱了，没想到你拿我的钱挣了那么多钱，挣了那么多钱都是股东的。 对吧？他说，所有者则可以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及收益分配啊，这是关于他的权利不同。再看偿还期限不同，企业的负债通常都有约定的偿还日期，比如说我们讲的短期借款、长期借款等等，对吧？ 他说，所有者权益在企业的存续期内一般不存在抽回问题。当然，如果要是做减资的话，符合特定条件是可以做减资的啊，即不存在约定的偿还日期，是企业的一项长期可以随便用的资金，只有在企业清算时才予以返回。第四个是风险不同，债权人。 获取的利息一般是按一定的利率来计算的，预先可以确定的固定数额。企业无论盈利与否，都应该按期付息，风险比较小。但是所有者获得多少收益，则是企业的盈利水平及经营政策而定，风险比较大。这个我不说，大家也知道，对吧？所以它也不是跟我们，它跟我们的考试没什么关系啊，你就知道一下就行了。然后接着第第,第二个库存股，他说，当我们注销库存股，为什么不影响所有者权益总额？因为在我们回购的时候已经影响完了。 回购的时候已经影响完了，等到注销的时候都是所有者权益内部的账户之间的更迭了。所以您看，库存股是所有者权益类科目的背底科目，借方表示增加，使所有者权益减少；贷贷方表示减少，使所有者权益增加。 注销库存股的分录，它的借贷双方均是所有者权益类科目，属于所有者权益内部的此增彼减，因而不会影响所有权益总额。而且还是那句话，你回购之时你是借库存股贷银行存款，那个时候已经影响完了，已经使你的所……有。你想你回购库存股，你就是为了减资吗？那你一减资的话，就减少投资嘛，减少投资，你的所有权益已经从回购之时体现成了减资，体现成了已经被缩减所有权益了。 啊，在注销的时候就不要再提现了。我们说了，嗯，一个经济业务不能两次提现。好，两次提现的话，那你做账不就做做重复了吗？接着我们来看第三个宣告，看着啊，这是我们讲过的宣告发放股票股利和宣告发放现金股利有什么区别？其实刚才已经讲了，说股票股利并不将公司的资产转移给股东，也就是不不会给你们钱的，只是影响股东权益的账户。 啊，影响股东权益账户，就原来你有十股，现在变成十一股了。而现金股利是对现金资产的分配，那是要祸从口出，钱是要给人家的。接着，无论是现金股利的发放，还是股票股利的发放，都需要经过宣告发放和实际发放这两个步骤。那么，这两种鼓励在各自的两个步骤中所对应的账务处理以及对所有者权益总额的影响是不同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第一个说，企业股东大会或者类似机构审议批准的题眼在这儿了。现金股利的分配方案宣告分派时，既然是现金股利宣告分派时，就祸从口出了。这个祸就是你已经欠。 这个股东负债了，所以应该是贷应付股利，借利润分配应付现金股利或者利润，这个大家都知道吧？而且同时你还应该结转一笔，你要把它从贷方转走，那就应该是贷贷啥贷利润分配应付现金股利，借啥借利润分配破折号未分配利润。你看是不是又是遵循了我们这个等式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啊？这笔经济业务并没有动到企业的资产。 他并没有用到，你看啊，同学说了怎么没有动到呀？ 那个，这钱得变少啊，钱变少。那现在还没发了，现在只是宣告之时，只是说之时，口出之时，还没发呢啊。所以在宣告之时，钱并没有出去。所以此时你会发现，这笔经济业务没有用到资产，但是它用到负债了，负债增加了。你看啊，在没有用到资产情况下，负债增加了，所有权益毕竟减少。怎么减少的？你看你利润分配这个没了，对吧？你一个借方一个贷方，但是使你的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所有权益类账户吧，在借方比较减少了。 对吧？它基本上比较减少，所以确实是所有权益变少。你看，借记利润分配科目，因此会最终减少未分配利润。什么叫最终啊？因为我一结转完这一笔，你就能看出来，最终它确实影响未分配利润，从而会减少企业的所有者权益。那么再来看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股票鼓励，我说过，股票鼓励，你当时说的时候根本就不是祸从口出。这个股票鼓励啊，其实就是给大伙画大饼、嗯，根本没有什么对于企业、对于被投资方来讲一点坏处都没有。我又不给你钱。 所以大家看一下，企业股东大会或者类似机构审议批准的股票股利的分配方案，在宣告分派时不做任何账务处理，因此它不会对企业的所有者权益总额产生影响。宣告之时不做账务处理。好，这里边说到的全是宣告，看见了吗？关键词儿在这儿了，全是宣告。那么这一页说的就是实际发放了。当我们实际发放的时候，您看，企业向投资者实际发放现金股利时，它的会计分录就应该是把你曾经的负债给你。 给人给人家呀，那就借应付股利，贷银行存款。你看这笔经济业务，它又是用等式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权益，永远都没有使它不等过。你看这笔经济业务没有用到所有者权益，它是资产少了，负债也少了，看出来了吧？那么不涉及到所有权益类科目，看见了吗？不涉及所有权益类科目，因此不会影响所有者权益的总额，在发放时候就不会再影响了，宣告之时都影响完了。 然后接着来看，说企业向投资者实际发放股票股利的时候，他向投资者宣告给股票股利的时候没做账，自然没有影响所有权益。但是实际给的时候，你看他说也是不影响所有权益的，因为你实际给的时候，你也是带股本吗？你也是借利润分配吗？当然，你这笔会计分录你也得同时去结转嘛，借贷，你看，只要你只要看到后面它不是未分配利润，都得让它年底转走。它现在在借方，肯定从贷方转贷利润分配什么转做股本的。 鼓励，然后借什么？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但它们都是属于所有权益内部的，发现了吗？所以您看，借贷方均涉及所有者权益的科目，一增一减，因此不会影响所有者权益总额啊，不会影响。所以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刚才呃说了这么多，你就会发现，当宣告之时，看当宣告发放现金鼓励之时，所有者权益就已经变少了。等到真正发放之时呢，就不它就不会影响所有者权益。 对吧？宣告之时会变少，发放之时不影响。然后再说股票股利，股票股利宣告之时根本不做账，那肯定是对谁都没有影响。等到真正实际发放之时，做账也对他所有者权益没有影响，因为它都是所有者权益类的科目啊，了解一下就行了。然后接着我们再来往下看第四个，提取盈余公积为什么不会导致留存收益跟所有者权益总额发生变化？因为提取盈余公积。 它是提取吗？盈余公积就会上升，但是它是从哪提出来的？是从利润分配里边提出来的。利润分配少了，那就说明利润分配里面的未分配利润少了。所以盈余公积上升了，未分配利润下降了，它自然留存收益没有变化了。而且它们都是所有者权益类的科目，站在所有者权益角度也是没有任何变化。所以您看一下，当我们提取盈余公积的时候，分录是不是借利润分配，贷盈余公积啊？结转的时候是不是把它从贷方转走？你看是不是贷利润分配，然后借？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就会变成盈余公积上升，未分配利润下降，所以它是内部的留存收益内部的一个多和一个少嘛？你看，借贷双方都是所有者权益类科目，一增一减不会导致所有的权益总额发生变化。而且说留存收益包括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提取盈余公积导致盈余公积增加的同时，未分配利润就减少了，因此也不会导致留存收益总额发生变化，对吧？这个都很简单。 再来看第五个，说盈余公积补亏为什么会导致未分配利润增加呀？还是从账务处理上看，当我们盈余公积补亏的时候，不就借盈余公积，贷利润分配，盈余公积补亏吗？同时，我们要把它结转走，它现在在贷方，从借方转借利润分配，盈余公积补亏，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你会发现，是不是未分配利润上升了？是不是盈余公积下降了？嘿，你看这个第四和第五正好是相反的，第四是提取盈余公积的时候，然后第五个呢是使用盈余公积的时候。 当我们提取盈余公积的时候，是盈余公积上升了，未分配利润下降；当我们使用盈余公积的的时候呢，是盈余公积下降了，未分配利润反而上升了，对吧？所以四跟五正好是对应的。大家看，将盈余公积补亏转入未分配利润，代记啊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导致未分配利润增加。 好了，这是第五个。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其实我刚才已经提到了，也是税前利润和税后利润进行这个亏损的弥补问题。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你有了利润，你到底是需不需要交企业所得税？那作为企业家来讲，作为公司来讲，谁有了利润都不想去交企业所得税，对吧？谁都不想交。但是我们企业所得税法有规定，说如果有五年内尚未弥补完的亏损，一般企业啊，五年内尚未弥补完的亏损，是真的允许弥补亏损的。比如说我今年利润总额就两百万。 我尚未弥补的亏损两千万，我这两百万真的不用交企业所得税。如果不用交企业所得税的话，直接把这两百万由本年利润转到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这就是拿我们的税前利润去，去结转了。其实你看我有亏损嘛，所以我就直接就结转到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对吧？当然还有一种就是你是有亏损，但是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了，那税务机关是不允许的。那此时你得。 当年挣的钱该交税交税，交完税以后是你的净利润，净利润随便花，愿意干嘛干嘛。所以你把你的净利润转到利润分配，没人管，对吧？这个就稍微得需要跟你的企业所得税法结合，它不是会计的问题。如果要是说会计问题的话，就太简单了。你的本年利润账户里面是多少钱，你就往利润分配未分配里面转多少钱就完了。哎，以至于你这个本年利润到底是，嗯。 呃，净利润呢，还是利润总额呀，或者叫做是税后利润，因为税后利润叫净利润嘛，还是税前利润呢？那是你税法的规定，是税法让你交税你就交啊、呃，税法说你可以不交你就不交，对吧？所以大家看一下税前税前利润和税后利润弥补亏损需不需要做分录？这个是不需要做分录的。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说用税前的利润就没有交过税的利润，那是税务局放你一马。 那你肯定有尚未弥补的亏损和交完税以后的利润。那交完税以后的利润就不是税务局放你一马了，那就是你自己愿意干嘛干嘛了。所以，当你用税前的利润和税后的利润，不管怎样，都是当年挣钱了，对吧？都是有利润。不管是税前利润和税后利润，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区别在于什么？既然你以前年度有亏损，那就说明你们企业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二级账肯定是借方余额。 好，我们来看第一种啊。他说，你如果用税前的利润去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可是有期限的。就是你拿你的利润弥补亏损，这是你正常结转，都从本年利润转到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这没毛病。我们说是什么？说我们说的意思是你当年有利润了，你竟然先不去交企业所得税，而是直接就结转到你的这个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是有年限的。就是你不，你不不能是你自己想自己。 结转就结转了，你得该交税交税。如果你不交的话，是有税务局同意的，啊，也就是说，当你拿税前就是没有交过税的这个利润，直接就结转到了你的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的话，是有条件的，得是税务局同意，看见了吗？五年之内。 而且你亏损的金额必须是经过主管税务机关认可的。你认为你尚未弥补有一千万，那税务局不啊？税务局要不认可的话是不可以的啊。所以说，那要是那要是都都听你的话，你明明今年挣了钱了，你你跟税务局说，我之前尚未弥补的亏损还有好几个亿呢，那你再挣的钱多少你就不用交税了，对不对？几个亿之内你都不用交了。所以，并且还得是书面同意，在规定的期限内弥补。所以就是，当你不交税啊，当你不交税，就是你挣了两百万。 你直接把两百万转到了你的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的时候，你不交税一定是经过税务局在同意的，税务局不同意是不能这样做的。所以这是括号一里面去的。如果你想用税前的利润弥补以前年度亏损，一定是税务局在说了算。然后再看，如果你拿你的税后利润去弥补以前年度亏损，没有任何限制，这个你不用通过税务局，因为我把我该交的税都给你交完了，我给你税务局交完了，你还干你要干嘛？我挣三百万，我给你交了百分之二十五。 对吧？我给你交七十五万，剩下的二百二十五万，我愿意干嘛干嘛。所以你会发现，拿你交完税以后的那个净利润，去由你的这个本年利润的账户转到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随便转呀。只要体现实现了呃，这个，只要企业实现净利润就可以。换句话说，就是只要你企业缴纳了你该交的企业所得税，剩余的利润你想怎么分怎么分，你想转哪转哪。但是我们会计上明确让你转到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的。 对吧？你就扔了，我们也不管，反正钱你扔了我也不管。税务局说我把我征的税征到了，所以一跟二最大区别是什么？是同样都是两百万，这两百万是我交了五十万以后的企业所得税，剩下一百五十万我愿意干嘛干嘛。但是这里边呢，我今年是挣了两百万，但是我之前有尚未弥补完的亏损，有四百万，而且是五年之内的。那么这时候你这两百万一分钱的税不用交，直接就转到了你的利润分配，被分配利润。这个是一百五十万转，这是二百万转。 明白了吧？所以你看，你要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你一分钱的企业所得税都没交，那税务局不得同意啊？税务局不同意的话，你是不能这么做的，对吧？所以（括号一）说的是，当你拿没有交过税的利润，直接就弥补了以前年的亏损，就直接转过来就不交税，一定是有条件的，五年之内的，而且税务局得认可的。 再来看第三个，说从企业角度上来考虑，能够用税前的利润去补亏，然后就一定要用税前的利润补亏，谁不明白这个道理啊？你用税前的利润补亏，不就相当于是不交企业所得税吗？ 呃，谁挣了钱以后都知道啊，我要不交税多好啊！因为你交税毕竟是一种损失嘛。比如说，我们到下一章会讲的这个税金及附加，就是一个损损类科目，还有所得税费用也是一个损类科目，对吧？比如说，我们交个人所得税，你都有感触。比如说，我一共才挣一万多块钱啊，还得交二三百块钱的个人所得税等等，它就能体现出来，哎，就是一种损失。所以能不交就不交，但是你不交，你符合法律规定吧？比如说，企业所得税五年内尚未弥补的亏损是可以的，对吧？所以你看，他说啊、呃，以税前的利润。 税前利润就是没有交过企业所得税的,的和税后就交完了的，弥补亏损均不需要进行专门的账务处理。我刚才讲过了啊，说只要将企业实现的利润，呃，自本年利润科目转到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科目的贷方，其贷方的发生额与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这个借方发生额就自动弥补了。你想，你只只要说有补亏的话，那就说明你在本次结转之前，你的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在借方是有余额的，比如说借方两百万。 行吧，建房两百万，那现在呢？你今年赚钱了，看着啊，你今年赚钱了，本年利润。我跟您说，您今年赚了多少钱呢？您今年在没有交企业所得税之前，您的利润总额就是两百万。正常来讲，那税务局说了，哦，你利润总额两百万，你乘以我们不考虑纳税调增调减的话，那你乘以百分之二十五，给我交五十万的企业所得税吧。按理说，你应该给国家交五十万，你的净利润是一百五吧？但是你跟税务局说，你说。 非常不好意思，说我近五年之内有尚未弥补的亏损，还有两百万了。你看，既然这是企业所得税法明确规定是可以弥补的呀，那么这时候相当于是你这两百万啊，减掉尚未弥补的亏损两百万就是零啊，零再乘以百分之二十五，零乘以任何数都是零啊，对吧？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你不需要交一分钱的企业所得税。那么这时候其实你就是拿你的税前的利润去弥补你的亏损。 怎么结转税前？你看，你二百万一分都不用交，那也是从相反方向转出，借本年利润，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这时候你会发现，你就没有累积到现在尚未弥补的亏损，当然你也没有累积到现在尚未分配的利润，因为现在就归零了嘛，相当于是你既没有亏损，也没有挣钱，也没有盈利，对吧？这就是我们说的。你看，你看是不是有本年利润转到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嘛？嗯，但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你当年赚了两百万。 然后呢？税务局说了啊，你当年赚两百万，你给我交五十万吧。然后你说了，哎呀，我有尚未弥补的亏损，多少钱？两百万，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哎，这时候你说哦，可能十三年前。那这时候对不起了，十三年前的，我们让你弥补的是近五年内的，特殊行业是近十年内的。如果您这笔都是十三年前尚未弥补的亏损了，那么不让你弥补了，不让你弥补了，意味着什么？这两百万你给我乘以百分之二十五，交五十万的企业所得税。你交了五十万的企业所得税，你不是借所得税费用？ 五十万代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五十万吗？你不得把所得税费用从贷方转走，转到本年利润五十万吗？相当于是你的净利润就变成了一百五，这时候你不也得给他从相反方向转吗？借本年利润，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一百五吗？看见了吗？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最后还是一个亏损。也就是说，你到底你当年有利润，你到底是先交税，还是可以不交税？ 反正归根结底，你都是要转到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的。但是前提条件是交税还是不交税，取决于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人家说符合条件，你可以不交税，那你就有多少就转走多少，那你占便宜了呀。如果人家说了不行，你先交税，你那已经不符合我们的规定了，那你就得先交税，剩下的再转。反正不管怎么样，你都是要转到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的。那如果要是拿税前的，你就占了便宜了；如果是拿税后的，你就没占着便宜，对吧？就这么个意思啊。你感觉一下，它确实跟企业所得税法结合在一起了。 你看，不同的是，你拿税前的利润弥补亏损时，其弥补的数额，看啊，弥补的那个数额就是两百万。刚才举一个例子，可以抵减企业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应纳税所得额抵减两百万呢，两百万乘以百分之二十五，就抵减了五十万的企业所得税。而如果是用税后的利润弥补亏损的时候，则不能在企业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中做抵减，不让你扣啊。 对吧？人家就不让你扣了嘛，如果让你扣的话呢，二百减二百等于零，0, 就不用交税了，对吧？如果不让你扣的话呢，那就二百先去交税去。好，这个自己琢磨琢磨就完了啊。呃，琢磨一下，你你比如说我再说一个，说我上位弥弥弥补的亏损是两百，我挣了两百一，看我挣了两百一，如果这两百它是允许税前扣的话，五年之内呀等等税务局认可啊，那就两百一减两百，十万块钱乘以百分之二十五，交两万五的企业所得税。 啊，你就差距多少你就交多少，然后你要交两万五的企业所得税呢，那就相当于这是两万五，对吧？二百减两万五得了这个数，也是转到利润分配被分配利润，你归根结底都是要把本年利润转过来的。OK，好，那么讲到这儿，我们真的就已经给大家道席了啊，也恭喜你们了啊。对，到这为止，我们真的已经把前三大要素讲完了，相当于是讲完了六章了。 你看，第一章是概述，第二章会计基础，第三章流动资产，第四章非流动资产，第五章负债，第六章所有权益。啊，我们已经把六章内容都讲完了。接下来第七章跟第八章呢？第七章的第一节稍微还麻烦一点儿，理论问题呢有点枯燥，但是没什么用。下一章你在学理论问题的时候，你可以不懂啊，你听听就完。因为收入这部分内容，它从国外学来的这个准则有一些翻译不是特别到位，但是您只要会我们下一章讲的那些例题就 OK 了。 好吧，那么第六章所有者权益啊，对我再稍微给大家说一下，所有权益一共讲了三节，第一节讲的是实收资本和股本，第二节讲的是资本公积，第三节讲的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对吧？这三节内容呢，分别尤其尤其在第一节里面那个库存股大家一定要掌握，然后第二节的资本公积没什么内容，第三节里面的盈余公积和这个未分配利润如何去结转，你要知道每到年底的时候利润分配。 的下面的只有一个二级科目是允许有余额的，就是未分配利润，其他的什么提取法定啊、提取任意啊、什么盈余公积补亏啊，通通都不能有余额，对吧？好了，这是关于所有权益的内容都讲完了，而且你要知道，资产的账户、负债的账户和所有权益类的账户，他们到年底、到月底都是有余额的，都是允许有余额的啊。但是我们下一章要讲的收入、费用，它就没有利润，它就没有余额了，他们都是损益类科目，对吧？好，第六章到此结束，谢谢同志们的收看，拜拜。